我想整个民进党都是牛鬼蛇神哈，所以啊，民进党最怕的人当然是傅昆萁啊，我来了，你们千万不要闪躲哈，我们直球对决，柯总召我来了哈，你赶快去收金哈，我马上到了哈，好，我再次表达，我会让每一颗新科立委都能够成为一座强大的人民靠山，有最大的最大的挥洒的舞台。给所有新科的立委。